4.0 水神最新消息，双重人格，双形态，技能定位，武器样式，主角将被审判。各位大佬好呀，有关水神福卡洛斯的更多消息来了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水神的入池名为福宁娜德枫丹，跟之前所预想的那样，水神拥有双重人格。 TC 表示福卡洛斯为了正义可以舍弃一切，但是他所追求的正义仅仅是强者的正义，他在长久的历史中得到的磨损即是另外的人格，是一个娇蛮的小女孩，渴望审判诸神但不敢与天理为敌，确实符合强者正义。纯水其实就是融合体，一直有讲求融合与纯洁都矛盾，再加上水神的英文名后特意加了一个 S， 也都能看出来水神是有双重人格的，一个渴求正义却喜欢闹剧的腹黑傲娇，一个则是纯良无害，外在强势内在却是傻白甜的小女孩。貌似这跟雷电将军影的外强内宅设定有些相似，难道说水神后续真会有双形态？答案也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武器方面，舅舅已经确定会是单手剑，大家的绿剑板砖准备就绪了吗？貌似火神冰神的武器分别是大剑和法器，水神的单手剑武器外观类似提琴，之前解包出来的枫丹武器系列也是以音乐与工业为主，我已经能想到手拿西洋单手剑拉小提琴的福福能有多绝了。定位技能机制方面，椰藏的原话是水神有掌控生命的能力，然后他还提示说这里的掌控生命可以是召唤生命，暗示水神的能力是召唤物，并且白竹和水神适配，不在他 Q 的抗打段上，结合先前的损血爆料，估计全队掉血产生造物了。然后白竹可以给召唤物回血，迪西亚可以给召唤物减伤霸体，水神命座给召唤物加 buff。 剧情方面，主角在枫丹肯定是在法庭上直面福宁娜的，应该是爷在枫丹又惹什么事了被通缉，然后被抓住审判，遇见了水神被审判，又或者是爷认识了一个 NPC，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冤枉了，然后爷四处找证据，在审判庭上帮助 NPC 洗清嫌疑，大家觉得哪中的概率更大一些呢？